你把手拿开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鬼手。你看，好好亮个，好亮。先把单手拿起的蛋给它扣上一个，戴上一个，拿起来说走，两个呢戴上过去，这里呢就是三个。如果没看清没关系，我让你猜一遍，你看。扣上，拿起来说走，这边几个，这边几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怎么亮？这边几个，这边几个？哎，那东半个亮，这边俩，啊，过来，这边，过来，过去，这边两个，过来。过来，你把这个盖上，我把这个盖上，对，来，这个也盖上，这个也盖上，必要盖，这边必要盖，哎。我不拿，你把它攥紧，对，攥紧。哎，好，拿球说进去，打开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大家好，仔细看。我这里呢有个球，还有个杯子，把球呢丢进这个杯子里，摇晃一下把它倒出来。你说球在杯子里还是在我的手里？杯子里。杯子里没有。在手里。这就有了，成了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这里有一个鸡蛋和一个玻璃瓶子，鸡蛋在这个位置，三、二、一，瞬间出来玻璃瓶子。瓶口、瓶身、瓶底都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喜欢的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鬼手。你看，这把盖上，拿起蛋给它扣上一个，盖上一个，拿起蛋说走，两个，这个盖上，过去，这里呢就是三个。如果没看清没关系，我让你猜一遍。你看，空把盖上，拿起个蛋给它扣上一个，盖上一个，拿起蛋说走，这边几，这边几个？这边两个。这边带上过去，这边两个带上过来，说的双击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这里面有一个鸡蛋，还有一个玻璃杯。好，你看，双击就是亮，没毛病。大家好，我这里呢有一个没有问题的盒子，好，完全的都没有问题。瓶可乐，把这个瓶可乐呢放进这个盒子当中，还有一个钢板，好，钢板呢从这个位置给它穿越过去，仔细看，可乐瞬间分身，好，把钢板给它取出来，可乐完好无损，喜欢的双击，谢谢大家。我这里呢有一副扑克牌，现在呢我要用意念让它慢慢上升。扑克牌瞬间上升，喜欢的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这里那个鸡蛋，仔细看好了。什么东西偷我鸡蛋来了？嘿，把我鸡蛋偷走了。双击亮亮亮。大家好，我这里呢有一条丝巾，丝巾就在这个位置。三、二、一，瞬间穿了钢管。小姐们不会这个魔术的，红心点一下，加号点一下，稍后直播间教给大家。双击亮亮亮。瑶瑶，你干嘛呢？给大家变个魔术。啊，什么魔术？我看一下。来，你看。呀，呀，厉害呀，厉害呀！再来一个。行啊。大家好，我这里面有三枚硬币，现在呢，我要把其中一枚穿越这个桌子。你说要穿哪一枚呢？中间那一枚。中间这一枚，好，仔细看，就在这个位置。三、二。瞬间穿越桌子，哇！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太厉害了！呀，你咋弄的这么快呢？你带没了。